旧金山、San Francisco、三藩市，这是它三个名字。一个是中文名字叫旧金山，另外一个是西班牙名字 San Francisco， 还有一个就是三藩市是它的正式的移民，所以华人还是习惯叫它旧金山。海外有很多城市，旧金山是其中一个华人自己给它起个名字。你像那个夏威夷的霍努鲁鲁，大家叫它檀香山，就是完全给它那个名字完全不一样。霍努鲁鲁，这是几个华人自己起名字的地方。环游世界，走遍美国，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个旅程。今天就从旧金山开始，从西岸开始。我们现在是从北向南，去圣马跳。圣字台开头的，你看圣他芭芭拉，圣他，这些都是西班牙语中的。圣塔克拉拉、圣迭戈、圣马跳、San Francisco、Los Angeles， 这些都是西班牙语。因为以前那个像加利福尼亚、新墨西哥呀、德州、德克萨斯啊、亚利桑那，这些都是墨西哥的，原来和墨西哥在一起的。Valley driver， 这是 Valley， 去 Valley 的。101向南，这是走在这个101公路上。这边岔路口比较多，然后美国就是一个宝山呐，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外语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中有无尽的遐想。这终于看到旧金山的摩天大楼了，难得一见，都是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现在突然建了这么高。这摩天大楼，到了摩天大楼了。